无聊啊，睇下直播间先。咦，我最中意嘅直播间喎，睇下先。Hey！ 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嚟到工联直播间。我系今日嘅主播，我叫小工。我叫小联，系佢嘅助理，系我嘅助理啊。咁今日咧嚟到呢个直播间，我就唔系大货嘅。咁你做咩噶？我一个课程想推荐大家啊，因为咧，唉，我觉得咁好嘅一个培训，我唔推荐俾大家，我真系心唔舒服啊。嗯，咩课程？有咩培训啊？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啊！咁我哋而家咧就介绍下呢个课程有啲乜嘢啦。其实呢个课程咧系专门为呢个中学生同大学生设嘅一个课程嚟噶。嗯，同埋咧，佢可以了解到澳门工联嘅一啲会务啦，澳门嘅时事啦，青年公关嘅沟通技巧等等等等一系列嘅课程啊，令到呢个澳门嘅青年咧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发展机遇啦，有好多嘢可以学噶。哇，咁你咁多嘢玩，咪好贵咯？好贵，梗系唔系啦？有样嘢都未讲，我哋仲有户外培训噶。哇，咩嚟？系啊。户外培训暂时系咩内容我哋先保密，大家报名之后就可以知啦。不过报名呢一个其实就需要交200蚊嘅报名费。200蚊喎！你听我讲完先啦。其实你只需要参加80%以上，呢个费用就可以全面即系可以退翻嚟俾你啊。咁代表啲乜嘢？代表唔使钱啊！咁仲等啲乜嘢啊？活动嘅二维码已经放咗喺呢度啦，大家准备抢啦！3、2、1，上链接 ，boom！ 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！唔使钱，我一定要报啦，10个名额先到先得，大家一齐报名啦！